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冯晨晨，来自美丽的山城重庆。真有太多巧合的事情。我和我的朋友在国内离开两条街，没想到结婚来到美国以后，他家离我家也离开两条街，开车也就只需要九分钟的时间。因为我带着我的朋友和我的儿子一起来吃重庆的小肥羊火锅。随着我的镜头去看看重庆的小肥羊火锅是什么样的。我的朋友和我儿子说着重庆话，就这样吗？聊着重庆的火锅，吃小肥羊，重庆 happy sheep hot pot hot pot hot pot， 这个英文好做呀。很美呀、啊，这里天气呀、啊，这里阳光明媚，阳光明媚，蓝天白云，我们姐都可以。好，欢迎来洛杉矶吃重庆火锅。你好玩啊！可以了。欢迎来吃重庆火锅，好傻呀，傻大点儿。真的有点像。就这样啊，这几个中文字。啊，那我就跟你勾。小小哈，我朋友，我们俩离家哈，我们家两个离开只有十分钟，我们今天一起来吃火锅，然后这里是调味儿，来给大家照一下。来，我给你照，调味料，调味料，很美丽。看看这两拇指怎么打重庆火锅的调料。儿子在跟妈妈打重庆的调料，哇，好幸福的母子啊！哇，谢谢。对，很好吃。对，那个弄个重庆的那个锅贴是鸳鸯锅哈，因为我不太喜欢吃辣的。我主要还是重庆好吃。你老吃嘛些？不是啊，
我同事都是一个星座，有个车哈，很好啊。我性格很好，太冷了。是啊，我们去那个罗雀，我们说他的话，他老外就喜欢。跟日本人跟我们比较严谨，很严谨，真的。哎，他很严谨，他就是闷到最小。我下校出来把牙巴掀起笑，经常把就把他搬开那些。哎呦，喵儿那个就晓得样子。给我那种人好做。他笑什么吗？他喊我吃了那些，他那么多。我吃这个，后来还要吃，后来还要吃，今天还吃，我还没吃够，没吃够，我确实没吃够。我今天我下药，大声下不了那个，我说心里想那个锅在不吃多喝那个，我说我可以把嘴巴那个搬开那个笑。他们那些眼睛噻，还内敛噻哈。我说不，我说不，你老公看到就是那个那种，很内敛，很内敛，很内敛。他是做什么方面的？是啥子？工程。我是工程。哎，对，我们都是啥子公司的？啥子物流的啥子啊？物流。嗯，晓得是一个物流吗？我也不晓得哟。哎，我其实我们做啥子我都晓得，晓得我们都嫁给别个了，都是想起来辈子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不活了，走。我有点哈。人都嫁了，不晓得跟我们公司做啥子，晓得公司啥子。这样好，他二月，我就不跟你说他二月哈佛那些，经常跟你说他二月哈佛，经常有时候弄到他，啊，你应该也蛮快的，嗯，哎呀，你不能，你应该是蛮快的吧？我上去过后，我老公福气好，真的是运气好，我上去了个多两个月，好多个人喜欢我了，我老公是真的，我真的看到他是他运气好，知道吗？真的说说，有时候我一些福利啊什么的，我没得理，我觉得我真的是福利真是没得。对，我就不知道好点是的，你号称真学生，我是想收你。我是很多以前的那些什么钱了，什么这里就重庆人的习惯啊，我说这里就重庆人的习惯，没有崩坏。哎，对，他那个是夹菜的。好，那个应该是好了的那会儿了。好了，我给你倒。OK。那这样整个房子太漂亮了。嗯。来来来，开始。哎呀，心情好棒，说出去，很开心啊！我们两个离家离得这么近，没想到。啊！洛杉矶也有帅哥，也有帅哥，也有火锅儿吃。哈哈。好座位。对，来了。在笑啥？洛杉矶。哦，自己来。我往这边走哈，这里绕着。再走一圈。好了好了。哇，我们吃涮羊肉，是叫涮羊肉。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的视频就给我长按点赞、转发、分享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感恩有你。